我们即将要在现场颁发的荣誉是微博年度最具影响力组合。 请看大屏幕。 最具影响力组合，曾经的懵懂少年，在青春旅途上一路创造奇迹，为他们的成年礼写下精彩注脚。他们追逐梦想的步伐，更激励了微博千万粉丝。多年来，无数个温暖公益瞬间背后，展现着他们强大的凝聚力。 2018年，经由他们发起的公益相关微博阅读量就超过2亿。微博最具影响力组合 TFBOYS， 有请 TFBOYS， 同时有请知名演员姚晨上台颁发此荣誉，有请。 TFBOYS 和同龄人的单纯和善良，又有着超越年龄的执着，他们是正能量、影响力的实力担当，祝贺他们！也请姚晨和 TFBOYS 在舞台上合影留念。 好，谢谢姚晨，请先落座。三位，请留步啊。 因为接下来呢是要考一下三位的啊。各位看到，现在呢在 TFBOYS 舞台声控呢上来了三个题板。是是是。这就是呢要给他们接下来设置的考题了。李艾老师，你知道活得比较久吧，有时候就会有这种好处。是。也有一天我能够做三位的老师呢。叫编还是别瞎指啊？你也老实一点啊。啊，是是是。来来来，这样我们先请三位同学移步到舞台侧方。 来看看你们的考题到底是什么啊？这样，三位谁先来？小凯先来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们现在这个舞台上呢，这些词啊，都是饭圈用的词。嗯，我不知道三位是否记得这些词的名词解释是什么？就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就叫填空题啊。好，那个谁先来？小凯来吧，小凯先来，好不好？好。 那个，你倒是挑一道问题。我挑一个比较有味道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彩虹屁。啊，这个就是说，就是用很夸张的话去夸别人，对。啊，夸人的话是吗？用很夸张的话去夸别人。那怎么叫屁呢？拍马屁嘛。哦。那夸张的话就拍得跟彩虹一样，你看看。啊，看，正确的答案就是指粉丝夸赞自己的爱豆。 用词完全不带重样，哎，答对了。哇，看样子没少受到彩虹屁，经常在微博上跟粉丝互动，这是一个我相应该要有的能力啊。是，好嘞，那个接下来谁来？王源，好，挑一个，我来吧，要不然好不好？好好好。酷盖是什么盖？这个我知道，就像我这样的酷盖。哦，这是什么盖呢？来看一下啊。反应了就。 酷盖，酷家伙的意思。哎呦，很了解嘛。就是英文已经被我们中文彻底覆盖了，也是一种酷盖。酷盖啊。好，那个千玺，本命是什么命？一个可能是本命年的本命，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本命年的本命啊，或者是那个。 我最喜欢的那个偶像，像自己的命一样叫本命，是什么？哦，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你看看，要不我来？哎，源自二次元，愿意为真命天子饭圈特指自己最喜欢的爱豆。哎呦，三位一定是很多人的本命了啊！考试，他们是你们的本命吗？
太棒了。哎呀，当然了，这里还有墙头啊、闭眼吹啊、走花路啊，啊，也都是我们饭圈的用词。是是是，这个观看微博之夜的朋友对他们应该都非常熟悉了。好，三位都很厉害啊，品学兼优啊。对，因为他们其实又要跟粉丝互动，又要坚持自己在艺术上的提高，还要继续学业，很不容易。咱们别光欢呼，对演员最大的褒奖是用真实的双手为他们鼓掌。谢谢 TFBOYS， 好吗？谢谢谢谢，干得漂亮，100分啊！谢谢谢谢你们所有的粉丝们，来，三位请入座，继续观礼。请入座，请入座。